Friday! We have a thunderstorm! This place is weird. The weather's unstable! Shit! Jack! We're hit by lightning! Damn it! What should we do now? This is an island! Get ready to jump! Did you hear something? Who are these people? They're going to give us some food. Thank you. Thanks. So many paintings on the rocks. Where are you going, honey? Well, this cave looks very old. I think we've found a mysterious tribe. Look at this. Maybe we can find some treasure too, huh? This? Oh, shit! What the hell is this, Jack?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So many worms! Oh, shit! Run! Jake, run! Shit, so many. Get out of her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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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go! I can't hold any longer! Help!
把我们炸死了啊！这戏里到底他是 boss， 还是怪兽是 boss 啊？哎，说什么呢你？关我什么事儿？就找道具去。你怎么搞的？一塌糊涂。在好莱坞，我们玩的可都是真家伙。What's your name？ 曹月。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叫 Jason， 我是这部片子的野外生存顾问，外加枪械动作指导。这个片场听我的，包括你在内。So， 做好你道具室的事情，别再出乱。老袁，哎，杰森先生说的对。好。对不起啊。过来。在组里干活，得听人家老大的嘛。知道了。别让老舅操心。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明天不是拍重场戏吗？抓紧时间把它弄好了。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走了啊。这场戏我就想要一个大爆炸啊！看好了，这里，这里，包括这个地方，连屏幕外边都得有。要的就是这个氛围轰过来，基调不得有层次。没问题，导演放心吧啊！硝铵、炸药、雷管，咱有的是，天梯咱都有。哎，导演，你这么弄不行，以往没这么弄过。你从这儿到这儿，这没法弄，这不行。怎么就不行了？这么弄好看吗？好看啊！这么弄，后期特效我都给你省了。啊！给我炸！宋总，这可是您说的。宋总，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导演，导演，这部戏，我一定给您体现一个什么叫暴力美学。好。好，美少女大战外星巨兽12场一进一次。准备，中。快跑啊！什么了？快跑！快跑！快跑！
你没事吧？没事。我去看看别人。啊。大家都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没事吧？啊，宋总，我这。没事，非常棒啊，是吧？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啊！啊，去忙吧。哎，好嘞，来。那就是个意外，意外啊！我刚才差点毁容了，你要再这样，我不拍了。佳佳，你看啊，组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啊，做决定这种事儿，绝对不是一个花瓶该考虑的。你呢，就负责漂漂亮亮的就好啊。舅，我觉得有点奇怪啊。刚才发生了共振，我猜想，这山中可能有个巨大的空间。曹哥，你是说，这座山底下有个洞？我去那儿看看。好，你小心啊，你注意点啊。不是，老朱叔，曹哥说的是真的吗？我太爷爷说了。说这一个地方啊，要是太久没烟火气儿，这地下就会有地龙。地龙啊，这地龙啊，不但灵性大，力气也大。谁要是敢在他头上动土啊，他就会搞得你不得安生。谁要是再说这种迷信的话，就给我滚蛋！快干活。哎呦我去！怎么上这儿来了？哦
不行了，我实在走不动了。宋总，要不咱们先歇会儿。来，慢点。姐，姐，你没事吧？姐，我没事。兄弟，你见着我舅了吗？乔姐，你没事吧？没事。颖儿呢？颖儿她为了救我。宋泽，你还是人吗？见死不救。我见死不救？哎，刚才那么紧急，谁能顾得上谁呀？换成是我，谁救我呀？再说，你不是也没事吗？你就是个混蛋。我混蛋？出这么大的事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说我混蛋，我跟你别说我，是你把大家弄到这个岛上来的。我为了片子好，哭，哭有个屁用！别吵了，
尽快到海边叫船来接我们。谢小刘，谢快动起来，有个洞，你们看，看，这边。姐，慢点。来，姐，我害怕。拍个怪兽电影，还遇到真怪兽了。去海边，等等，坐原地再说。收到吗？有人收到吗？有人收到吗？舅，是你吗？舅，曹月吧？曹月，你们现在几个人？十来个人吧。舅，你听我说，你现在赶紧带大家去海边，我会让宋总打电话叫船，记住。一定走最近的路，带大家走，注意安全。老朱，现在回营地，赶紧把素材给我拿回来。素材？你疯了吧你？舅，别去，有危险。舅，时间还来得及，只要拿到素材，我就立刻叫船。我回营地，捡起来，走。
好了，好了。乍一看，应该是普通的蜱虫，但是普通的蜱虫不会有这么凶。我敢打赌，这个东西从来没被发现过。应该不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想钻入人的体内，像是在寻找某种宿主，所以可能是某种寄生虫吧。寄生虫？还有巨蜥啊？那我们不死定了吗？咱们遇到的一模一样。等会儿，这画的都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大蛇和大蜥在打架，大蛇绕了大蜥的后路，他打不过他，只能对他吐口水。别瞎说，照你这么说，巨蜥我们刚刚遇到了，那大蛇是不是也存在了？不可能吧。宋，我觉得现在最好的计划就是天黑之前赶紧离开这里。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叫船了。你不是野外生存专家吗？你一定有办法吧？现在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你给我的薪酬范围。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后面的情况我也不敢保证。你们看到了，这个岛上地形复杂，都给我机灵点，别给我惹麻烦。哦，苏。你最好是跟我在一起。算了，我怕你再见死不救。我跟你走。老朱哥，咱们别是迷路了吧？方向没错呀。嗯，
天的，不能转向了吧？哎，你们看这是什么？哦，这是什么东西啊？走，接着看看。别动，这是一个是非之地，大家快走，走，快走，快，走走走走走。先坐这儿。老朱哥他们回来了。舅，舅，老岳，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吧？向总，快打电话，叫船接咱们走。打不了了，你不知道，我们回来的时候啊。遇到了一群会吃人的虫子，卫星电话坏了。搜索这岛上不知道还有什么。我们在芦苇荡发现了巨大的蛋，很多。咱们耽误一天就有一天的危险。那也没办法呀，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蛋？什么蛋？就是这个。哎，杰森，你看这是什么蛋？看这个花纹，应该是个蛇蛋。但这个蛋这么大，我不敢想象蛇有多大。你怎么把它拿回来了？这是科学新发现啊！没白和我混这么多年，给我！这会出事儿的。舅，快，药呢？您休息会儿，我去给您找口水喝。宋总，咱们素材呢？这儿呢，我都收好了。我这儿有瓶水，给你吧。谢谢。这样，你给我就喝两口，如果还剩，你就自己留着。没事儿，这山里不是有溪水吗？喝完再灌呗。没关系，我现在就去打。哎，你手怎么了？哦，老伤。哦，对了，你能不能借我样东西啊？什么东西啊？
就是海面垫子。你胡说什么呢？你给我吧，我真有用。我从来不用那种骗人的东西。原来是干这个用的，对，因为没办法确认这个水质是否干净，所以就得先拿它过滤，然后烧开了才能喝。你懂得还真多。还行吧，都是部队里教的。你的手是怎么上的？哦，当兵的时候受伤的，后来也就是因为受伤所以才退了伍。那你们部队的生活无聊吗？不无聊，就是相对简单点，但也有它的乐趣。当然，可能跟你们比不了。跟我们有什么不能比的？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他们还总说我是花瓶呢。那倒不是。真的吗？虽然我没怎么了解过你，也看过你的片子，这次见到你，我觉得你还挺简单的，也挺勇敢的，至少不会像新闻里说的那样。网上新闻那些有的没的都是瞎写的，我们这行大多都是为了炒作，逢场作戏，各取所需。你说人这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又要挣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既然不能决定人生到底发生什么，那就简单点儿。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受过什么委屈，但选择了就勇敢面对。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你说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能。我们要是能活着出去，我请你吃饭。行，我喜欢吃肉。那你可不能死。快！
这效果。还给我，姓宋的，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死在这儿？关我屁事儿！啊，不是你把怪兽给炸出来的吗？这不是导演想要的吗？啊，你还同意了？你还说好来着呢？是，素材给我。你干嘛？我告诉你，姓宋的，你必须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回去，否则你别想拿回素材。行，所有人都走。你先拿着，回去，离开这儿，我就给你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可别骗我，回去一分钱都不能少，我可拿着你命根呢。畏惧息呢？哎，
刚这事儿我想了想，回去你必须得赔我大几百万，要不然我把你所有事儿都曝光，放在网上，光赔我一个人还不行，所有人你都得赔，要不然我们一定联名告你，对，必须联名告你，让你身败名裂。哎，干嘛你？给我！我，你干嘛？我不给！我赔你！我不给！我不给！不给！宋，你疯了！我真不敢相信你做了什么。一个狗屁的野外生存专家，你看看你是怎么帮我的！我是 Miles， 我早说过要先过来看看。你连那个当兵的傻小子都不如。随便你说什么。现在能活着离开岛就是最好的证明。祝你好运。你个水货！我不是水货。那好，咱们做个交易。你是要我对你杀人的事情保持沉默？不不不不不。看这些浆果，是不是和那些石柱上画的一样？什么意思？我的片儿完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巨蜥拍下来，我回去以后，凭我的关系，一定能拉来一大票钱。到时候拿这笔钱把巨蜥抓回去，咱们就发了。我想我看懂了整个祭祀的过程，我想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你要献祭谁？除了你和我之外的所有人。No， 我不会帮你杀任何人。不不不，不让你杀，我们没杀任何人，杀人的是巨蜥啊。拍下来，用手机拍就 OK。到时候咱们拿回去，大功告成。你不是很想证明自己吗？你想想看，野外生存专家杰森·黄死里逃生，拍出世界上仅存的史前巨蜥。好好想想。
慢点。我没事，我们大家一定能活着出去，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前面找个地儿歇会儿。慢点。老乡，老乔，你怎么样？啊！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来，我背你走。来，我背你。老乔，来。老爷，老爷，我背你，我背你。老爷，你听老乔。老乔，这一辈子没出过大事儿。真的不行了，老爷，你一定要活下去。人呢，还得有个家。不是，老爷，我等你呢，我等你呢。就。
你在干嘛？制作炸药对付巨蜥。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你是有什么计划吗？你还记得壁画吗？壁画？壁画怎么了？画上的人会用活人祭祀，祭祀之前会让这些人吃某种果子，这样就会引来巨蜥和大蛇，然后他们会互相牵制，从而形成一种食物链。而我们也恰巧遇见了巨蜥和大蛇，所以就证明这种关系还存在。我就准备利用这个关系找到这个果子，然后让他们互相牵制，我们才能逃出去。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准备去找果子，你在这儿待着，饿了帐篷有吃的，然后有什么事儿用这个联系我，记住了，嗯，千万别用明火，还有保护好自己。哎，小心点，注意安全。知道了。瞧瞧，你吓死我了！你干嘛呀？我这不是在找走散的人吗？我想把大家都聚在一起。哎，你跟谁在一起啊？就我跟曹月活着，老朱哥也死了。哦，曹月他人呢？曹月？啊。曹月。不知道啊，我一个人回来的。哎呀，要不怎么说你在圈里混不起来呢？连谎话都不会说。抓住他！你们要干嘛？曹云，小心啊！疼。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快走。
宋泽，你要干什么？我呀，一会儿我就把它吹响，到时候咱们就可以见到怪兽了，一起见证历史。你要拿我们祭祀？啊不，我是要把咱们没有拍完的片子拍完。你畜生！我？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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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蜥才是畜生呢。如果你把我们都害死了，曹爷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说逃跑这小子，你觉得他真的会回来救你吗？他早溜了。你觉得这种人，我给他多少钱才能堵住他的嘴？宋泽，你卑鄙下流，你无耻！人不为己呀，天诛地灭！是曹月。交给我。我现在就吹响号角，把巨蜥引出来。姐子，把这小子给我干掉，我再给你交5000万现金。你是认真的吗？我是该较量一下了。多好。别过来！别过来！帮我！
开枪！你打呀！你个走货！你觉得宋泽真的会放过你吗？跟我们一起走吧。姐，走吧，走，快走，快走。别想走！巨校来了，快，快走！出来呀！出来！出来！我得把机关布置完，否则大家都逃不掉。不行，巨蜥马上就要来了。只有引爆了浆果炸弹，才能引来大蛇缠住巨蜥。一定要想办法把巨蜥引到雷区，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杰森，保护好大家。快点！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松，你要干什么？Thank you.
谢谢你能挺身而出，否则我根本来不及完成布置雷区引爆炸弹。我们能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对，我们都活下来了。知道了，行，挂了。